很远的时候我都发现他了，知道吧？撤吧，一满面对，两满面对。爱十九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去三队，叫周二将，是一名伏地魔，三队你呢？指挥野人，你跑跑，赶紧走。我这三队。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，落我这了。我什么呢？我这一个人都没有。我去，什么一个到我这呢？他过来忙我。我只能用反着吓吓他们。两个人就忙你去了，完了，你快走。啊？下来了，忙你去了，快去，快走，快走。他忙你去了。敢往我来，那是做梦。你开两枪吸引点火力呀、啊！你别慌，快开两枪吸引点火力呢。他知道我在这里，他就看你刚刚开了一枪喷子还是什么去找你的。我怕他俩打你，所以我特意开两枪就给他们引过来了。打完了吗？我搞啊！敢弄我？就俩人还敢弄我？你逗你吗？全弄两个全死，正好零发子弹干死的。快跑！又来了，又来人了。完了仨。哦，完事儿，少林暴击，你气呀、啊！哎呀，这对嘎巴，最后他不是人机吗？太年轻了，太年轻了，三个人就敢攻你自个，这不逗吗？靠，这边的人要打我！哎，就仨人，我合计多少呢？完事儿解决。别害怕啊，我回去支援你。我不忍，不行了，不忍你要嘎嘎了。没事，我在上面，我怎么可能死呢？放人机上去忙你就行。出来了。对，让他冲。傻人。你让他一定要过马路，你再打啊！过了马路，大概到这个地方再打。来了。好，让他过马路再打啊！三，二，完事儿撂倒、啊。等队友服吧。他还想回来，你说他回去干什么呀？回去了，我就不要紧，我在架子，进屋了，进你那屋了啊！没事没事，你架着他队友就行了，还有俩队友，最少俩，漂亮啊！还有俩，冲了，冲进去了啊！冲你冲过来，你冲过来。等我打血，不行，他那边两面夹，你往后撤。最后一个了。好。俩，什么？我去，没抢上槽啊！我去，一人要灭一队啊！看咱俩这实力啊，咔咔的呀！有人，今年百分百来人了！我操，真的来人了！刚来人了。两个在这个地方，全部在这个后面，看你能不能。我想办法拉你。直接往他们那个方向灌雷。我在这个草里面来了，我在这个小岗亭里面，直接扑雷给他们。
铺雷，多铺点烟，多铺点烟，他一下找不到我的。哎，先拉人再说。事情你自个厉害之处。哎，没有事儿。我的妈呀，给他怼你了。我还说来人来人了。